然后我们来，好，接着我们来深入看一下这个示波器的部分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来深入看一下示波器的部分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，好，接着我们深入看一下示波器的部分。那这一台 Feel World 呢，它的示波器在 IRE 95跟 IRE 5。那接着我们来深入看一下示波器的部分。那这台 Feel World 它的高光跟暗部都会先提早 clip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在 IRE 95以上它就会先 clip，然后在5%以下就会先 clip，就是95以上就会全部白，然后5%以下就会全部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如果你在看一些像是你的斑马，还有你的伪色彩就会出现一些问题。你的 IRE 在100，如果设在100才 clip 的话，它永远显示不出来。没有高光。Oops，讲错喽。